说出来，一天一天在心中澎湃，看着我的眼眸，你就会明白，我有属于自己的承诺。每天每夜在心外徘徊，何年何月让脚步停下来。相爱就抽筋，我看不像抽筋哎，简直像羊癫疯。哎，为什么不跳啊？你们不赶快练习，光这边看什么看呢？来来来来，快点过来练习了，练习才有用啊！来来来来来来 ，1 2 1 2 3 4。跳舞啊！跳舞，这叫跳舞吗？嗯，那不然叫什么？那奇怪了，啊？那你说呢？简直是不堪入目哦！不堪入目？喂，你也不去打听打听呐？这是最新的流行舞步哎！你笑什么？我好笑啊，这种舞啊不是最新的舞步，它呀至少有500年的历史的。这到底是什么舞啊？鳄鱼舞啊。亚马逊一带的土人呐，骑行鳄鱼繁殖的鳄鱼舞。电视上播的，不错呀。那个节目叫啊《亚马逊风俗扫描》。我不相信，你不会就这样无缘无故的走啊，陈小姐，我对不起你，真的要走。阿美，如果你是嫌钱少，我可以加你钱。不是不是，不是钱的问题啦。那是什么问题呢？陈小姐，对不起，我真的要走了。阿美，你照顾小豪这么多年了，你对他的感情不比我浅，你会这么坚决要走，一定有别的原因吧？再说，小豪回来看不到你，他一定会很伤心的。阿美，你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吗？是因为……因为什么？我家里人让我回乡下结婚，我要走了。哎，阿美，阿美，你这么说走就走嘛？阿美，不会吧？如果只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应该提早会告诉我的。不可能嘛？难道会是他？
小豪。阿姨，我好想你。阿姨，好想你。爸爸。是你。小豪乖，这是爸爸送你的礼物。谢谢。爸爸，我把你的。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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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好不好玩呢？不是你爸爸。小豪乖，告诉阿姨，是谁告诉你，他是你爸爸的？小豪，是你，阿美会走，一定是你的关系，对不对？阿美是个好女孩，她很同情我的遭遇啊。少装蒜，一定是你用什么手段威胁，把她给逼走的。陈警官呐，请你讲话修饰一点，这种作奸犯科的事，我怎么会做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小豪迟早会回到我身边。拿玩具给你玩，在这里玩哦。好，来，小文啊，我看你还蛮喜欢小孩的嘛。还好啦，像小豪这个年纪能沟通又说得动，我还蛮喜欢的。就是那个小 baby 啊，软软的，动不动就大哭，我觉得好烦哦。总不会因为这样就不生了吧？我老公不催我就拖啊。你不怕将来成为高龄产妇啊？那你们都没结婚怎么说？我听人家说啊，生个女儿可以绑住老公的心。我看你啊，常打电话回家查情，太累了吧？可以试试看哦。哼，我才不干呢！我看是没有绑住我老公的心，倒是先绑住我自己了，动弹不得。怎么会呢？怎么不会？你看我们的组长，他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吗？哼，想做什么都不行。你倒是有先见之明哦。所以呀，跟拔屎拔尿比起来，哼，我轻松多了。打打电话算什么？我还觉得乐此不疲呢。嗯。组长还未婚就带着小孩，哎，请你说清楚，是组长妹妹的小孩。我知道啦，我只是省略嘛。像他这种情形，我看连交男朋友都很困难，还要先会带孩子。没错，除非他跟副组长旧情复燃。旧情复燃？嗯，可能吗？我看组长跟他讲话的样子，好像跟仇人说话似的。所以呀，你就不明白了，女人有很多种的，像我们组长就是属于那种外表冷如霜，内心热如火的那一型。什么意思啊？哎呀，我们组长需要点重新点燃爱情之火。哦，我懂了，火一点燃就一发不可收拾。没错，这个组长呢，她就属于这一型的女人，这火一点她就啊一发不可收拾。停什么停啊，停不住的啦，冰雪都浇不熄的。刘雅文，你在说什么？组长，下次再让我听见的话，我就把你石头割掉。小豪呢？小豪呢？啊？小豪糟糕了。小豪，你个臭鸡蛋！站住！你还跑？你还跑？我站住！站好，不准动！保姆他临时不做了，所以我才不要跟我说理由。限你在三天之内把小孩子带走。是。
有小芳的消息，请立刻跟我们联络。一定一定。名片上面有我们的扣机号码。可以，那两位慢走了。怎么办？找了一整天了，还是没找到人，真没勇气回去面对组长。现在终于了解找一个人是多么困难了。那俩女是警察？哎，是不是小芳啊？不是，她电话你怎么认错？她跟我调钱，我要她好好工作。约好的时间都过了，到现在还没看到人影呢。我出去回个电话。柜台就有了。不用，不方便。干什么？公私不分。依琳打手机回来说，小芳人找到了。真的？哎呀，真是太好了！好久没看到你笑，组长。跟踪我，我们不是跟踪你，是在保护你，这根本是借口。你翻翻看，这里面都是跟贩毒有关的人证，他们被谋害的简报。如果我们不保护你，不把你找回来，你最后的下场有可能跟他们一样。快告诉我们，你男朋友北冰 A 到底叫什么名字？我没有男朋友。你的表情已经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替他掩护呢？是不是他？我跟你说过我没有男朋友，我不认识什么叫北冰哎。你暂时住在这里，没有我们的同意，你不能离开。你们要把我关起来？我们是为你安全着想。你们根本没有权利这么做啊！你必须继续戒毒，这是医生诊断书，检察官也同意我们的做法，这是拘禁证明，明天医生就会来了。小芳被带回去，我知不知道我花了大把银子请你来的目的是为什么？请你再多给我一点时间。你是不是故意在拖延？不，我没有。还是你舍不得小芳？我告诉你，要是他把我们的事情给捅出来，结果怎么样，你应该很清楚。你好好的想想。刚才俊渠啊跌跌撞撞的跑出巷子，我叫他，他好像没听见的。
这孩子啊，最近到底怎么样？伯母，坐坐。请问你要喝点什么？给我杯红茶。好，谢谢。俊奇的事你已经知道了吧？是我错怪了你，你为了要帮助俊奇，又怕我们知道，对不对？我发现俊奇在吸毒，可是又怕您跟伯父知道会承受不了，所以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应该跟我说清楚，结果我误会了你，对不起。还有我带梁波波，谢谢你。不敢当，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思明，你想这件事情怎么解决？我看只有送乐戒所了。乐戒所？那他怎么受得了啊？而且再说这个传出去，你梁波波他一定活活被气死的。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很难，只有在强制的环境下，还有过正常规律的生活，才有可能戒得掉。像他现在自由自在的，实在是很难。我可以看着他耶。伯母，你没有了解我所说的强制。坦白说，就是严格管制，24小时的严密监控。当俊奇毒瘾犯的时候，他那种痛苦的样子，你一定会受不了的。你绝对没有办法狠下心来管他的。所以，只有乐戒所才有办法。才能够还您一个健康的日子。那你是警察，你应该一定有办法的。你那么私下，不能。就是因为我是警察，所以更不能徇私。伯母，请你相信我，只有公正无私，对俊奇来说才是最好的方法。我是相信你，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想好了，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伯母您放心，我一定还您一个健康的儿子的。谢谢。恭喜你出狱。谢谢。重新获得自由的感觉真好。你这句话大概是每位受刑人出狱的心声吧。我们走吧。哎，小豪呢？刘干帮我照顾。啊，他行吗？哎，别跑别跑，我一定抓得到你。你还得往哪跑？哎，小豪在哪里呀？咦，在哪里呀？哪里？哎，抓到了！哎，抓到！哎，你躺在地上干什么？哎，你到哪里风流去了啊？脸上怎么会有口红印啊？怎么从实招来啊？哎呀，是被你亲的。我？你不要那么讲哦，人家还是闺女呢。女儿嘛。哎，江慧啊，这个麦克风是你开的？程立波。啊，对不起，你刚刚说什么？我看你啊，被安伦搞得心神不宁的。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报复。报复？对。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会夺走小豪。他既然费了那么大的苦心
处处向你施压，那就表示他绝对不会用强硬的方法来对付你，这一点我可以肯定。话是没错，可是像他那种人很难说。那是当然了，不过他要报复的对象是警察，除非狗急跳墙，否则他应该不会这么做。可是我还是会担心、害怕、恐惧，对不对？那正是他报复的目的。其实他一枪把你杀了，不是更省事吗？可是人死了就再也不会害怕恐惧了。你好像蛮了解的。那当然，在我们这行啊。哦，你是哪一行啊？哎，我看我们都改行当保姆算了。还在生气啊？你说这像话？组员督导都帮他带孩子，再这样下去啊，水母小组的代号都要改了。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水母小组要改成保姆小组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小豪的保姆临时不干了，你总要给立峰一点时间去找人嘛。总之他是神经过敏，自找麻烦。你这什么话？如果他答应赖安伦暂时照顾一下小豪，不就省事儿了吗？何必一个女人拖了这么一个包袱，把这里搞得是天翻地覆的。小豪是立峰一手拉把长大的，他们之间有感情吗？暂时照顾一下总不成问题吧。可是我总觉得赖安伦不是好人。哼，我看你是他的口水吃多了，跟他一个样子。赖安伦再怎么不好，所以说虎毒不食子，你懂吗？我也知道虎毒不食子，但是他们不明了赖安伦的动机，每个人都把我当成是不近人情的女人，所以我解释也没有用。这是什么地方？你家吗？不是，是我帮你租的房子啊。因为你刚出狱，总要有个安顿的地方住嘛。你看这些家具刚好都齐全，也省了麻烦啊。那这笔钱等你以后找到工作再还我好了。哇，欠你这份人情我没有那么严重啦。你没听人家讲钱好还，人情债难还。这样吧，小豪交给我来带啊，等找到新保姆再讲。太好了，可是你一个大男人行吗？你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或许他跟我有缘呢。好啊，不过小豪现在人在基地。哎，正好我也要到你们基地去。啊，你去基地做什么？去面会我的假释官。假释官是谁啊？唐天养。这么说小芳还是不肯说？他会不会是被威胁不敢说？对不起，唐副组长，有人找你。唐警官，黄云龙报道。原来立峰早上请假就是为了去接你。你入狱的这几年立峰一直都有跟你联络吗？能不能请我抽支烟？谢谢。很多人都不相信命运，我也一样。从认识你到现在，我连做梦都没有想过我会跟你要烟，而你帮我点火。当然我更没有想过会和当初抓我入狱的女警官从敌视发展到无话不谈的朋友。无话不谈的朋友？别往那方面想，只是朋友。而且绝大多数的话题都围绕着你，你伤得他太深了。还有赖安伦的事他也告诉我了，以我的直觉这个人有犯罪的天分。那你觉得你要怎么样才能帮助立凤？我了解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需要朋友。我也是抱着这种心情才来这里。我知道你跟他的事我了解很多，我了解你的心情。你好像真的变了很多。人会变的吗？不是吗？立凤他面对你感情的重创，加上他妹妹的伤心事，
还得照顾小豪，这一层层的压力不是一般女人所能承受的。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再坚强的女人也需要朋友。话是没错，但你们两个天南地北，不是同一类型的人，怎么会成为朋友呢？等到人一旦犯错，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对啊，这话说得很好。同样的道理，天阳过去也犯过错，你也很了解他最近的表现，你有没有给他同样的机会？可是这是两回事嘛。对呀，根本是两回事嘛，警官跟犯人怎么能够摆在一起比呢？更何况龙跟蛇又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你我怎么样，我说错了哈？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哎呦，想把我吃了啊？想咬人呢你？怕你行不行啊？我不跟你说了行不行啊？我就偏要跟你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哈？哦，你看不起我是不是？这个大男人主义，你莫名其妙你。既然提前假释，就要好好表现，每一个礼拜一都要向我报到，如果让我查到你有不法的事情，我会把你送回去。还有你住在哪里，电话号码几号，要尽快告诉我。如果已经找到工作的话，要尽快通知我一声。我已经找到工作了。这么快？什么工作？当保姆带小孩。你唐叔叔。小豪。这位是龙叔叔。这就是小豪啊。嗯嗯，乖，好可爱。来，等一下叔叔送你一个礼物好不好？好，那我们走吧。跟唐叔叔说再见。唐叔叔再见。再见。组长怎么会跟一个刚出狱的犯人这么熟？会不会是他以前的男朋友啊？嘘，不要乱讲话，待会是给副座听到的话。我他怎么了？是啊，好像我们两个都变成隐形人哎，会不会是？好像我们两个都变成隐形人哎，会不会是？一定是，一定是跟我们看到那会议室那个男人有关系。你没有看到吗？那个男人啊，在跟副座密谈。说不定……哎，你不要瞎猜了，你先走吧，没事。哎，你先走吧。为什么？干嘛啦？黄玉玲，你在这干嘛？组长，我知道你一定是犯了错，到教室来准备接受处罚的，是不是？向慧，我有事要找你谈。啊，玉玲，有事吗？没事。有什么事你要跟我聊的？立凤的事。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烈女怕缠郎，你老是把姿态摆得那么高，要她主动来投怀送抱。人家是女孩啊，总是有些矜持。不是这个问题。那什么问题啊？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黄玉龙跟丽凤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这不太可能吧，他才刚刚出狱啊。他入狱之后，丽凤一直跟他有联络。更奇怪的是，像黄玉龙这样的人物怎么会去帮丽凤带小豪呢？你是在怀疑丽凤？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想？对，我难免也会有这种想法。可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猜忌。你跟我都很了解丽凤，她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胡乱猜测只会破坏你们之间原有的感情。可是我了解你的感受，因为你爱她，所以任何风吹草动的都会让你胡思乱想。说穿了，原因不在黄玉楼，是你自己走火入魔。
真的多心了吗？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想法，那就等于否定了你跟丽凤之间的感情。路遥知马力，时间是可以证明一切的，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旁观者清，你没有真正的介入过感情。情这个字怎么可以这么豁达的说放就放，那是非常困难的。丽凤，开饭喽。好。你还真有本事哎！你的手艺简直可以开餐厅了嘛！在哪学的？在里面学的。你有这方面的天分啊。小豪，吃饭了。哎，等等，今天啊，我们一定要开一瓶酒庆祝一下。好啊，好久没有好好喝一杯了，我来拿酒。好。我最怕喝醉的人了，不能过量啊。没问题。我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新的人生。谢谢，我也祝你永远青春美丽。喝杯。最近风声很紧，我知道。哎，万一那妞被套了出来，对我们很不利。是，没关系，你放心好了，我会处理。是。人被软禁了，总不能直接杀进去。哼，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你应该知道，玫瑰钉我钉得很紧。大哥，那样太危险了。那是你的事情，你事情办不好，或者留个什么尾巴，我的脾气你应该很清楚。哎，你们到底还要冷静我多久啊？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你嫌我在你旁边烦，可是我也不想啊。是不是要打电话查情啦？你跟我一起去。不用，算了，我自己去行了。哎，我还没唤醒呢，怎么怕我逃跑啊？哼，你敢吗？其实哦，当时我也是吓得半死，可是后来想，反正我豁出去了嘛，我就把你反骂回去，结果就把你唬得一愣一愣的。你那个时候绝对没有想到我不是周莎莎吧？当时你那个样子，周莎莎也没有你那么凶悍。真的吗？现在想想好玩啊。当时你不怕？当然怕啊，可是没办法，还是要挺下去啊。哎，你别忘了，我是女警啊。女警？孤男寡女的，你不怕我把你给吃了？当然怕，其实我那时候最怕就是这个。可是现在……现在怎么样？现在我了解你啦，所以我就不怕啦。来，干杯。你一定是平时工作压力大，常喝酒吗？
你平时工作压力大，常喝酒吗？什么意思？我是第一次，好开心哦。副座，有心事啊？还没睡啊？嗯，坐。大伙都很好奇，陈组长为什么跟那大坏蛋走在一起啊？不要这样说黄云龙。本来就是嘛。我是他的假释官，他是来找我的。可是，那也用不着陈组长亲自去接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朋友。朋友？组长这么做根本就是给副座难堪，大家都为副座抱不平。哎，依琳，有的时候我们要为对方的立场想一想，不能只是为自己想。那陈组长为什么不也站在你的立场替你想一想呢？我不怪他，可能是以前我伤害他伤害得太深了。就算你以前辜负过他，他也不能这样子对你啊。更何况唐伯母都已经去世了，唐伯父也需要个人来照顾他吧。依琳，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你太年轻了，感情的事并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或许我是太年轻了，但是那并不代表我就不懂得感情。听清楚，小豪要跟我走，你没话说了吧？陈立凤，你可听清楚，小豪要跟我走，你没话说了吧？陈是我爸爸，我跟他走。他不是你爸爸？不，你别来，你别来。什么？怎么了？做噩梦了？我梦见小豪离开我，跟赖亚伦走，好可怕。我只是一场梦，啊！我怎么会睡在这里？小豪呢？你刚喝多了，醉倒了，我让小豪睡在客厅呢。啊？我们失态？没有，你只是一直在笑。真的，真的只有这样子，你没有骗我。哎呀，这么晚了，我该回基地了。是国安扣我。喂，国安啊，啊，我正回去。什么？小芳死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法医说是吸毒过量，我已经查过了，竹墙边有很凌乱的足迹，我认为是谋杀，然后他们伪装成自杀和吸毒过量的样子。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轻松一下了，还轻松？人都死了还轻松什么？人死啊不能复生嘛，那也只好节哀顺变了。请你也顺便想一下，小芳是我们追查贩毒集团唯一的线索，现在这条线索完全都中断了，这件事就可以证明你们女人不适合担任。喂，桥归桥，路归路，你挑该挑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了。我承认这次是我们的过失，我愿意接受处分，但是我要郑重地请江督导修正对我们女性的偏见。对，我是有偏见，我真是搞不懂你们女人为什么来当特警。你知不知道出去任务劳师动众的，比我们自己出去还要累，每一次还要我们来插，还要我来收尾抗议，我跟谁去抗议啊？我不承认当特警是男人的专利，为什么女人就不能打击犯罪服务社会呢？服务社会是我们每个人应该的义务，可是你们的位置弄错了，每个女人只要把家庭顾好，那就最好的贡献了。哎，你太不公平了啊！现在社会是男女平等。哎，对呀，你还不是把男人摆在前面，没有人说女男平等的吧？我也没听人说过有人把凹凸说成凸凹，阴阳说成阳阴的，古人都比你有风度了。哎，我不跟你争这个，反正我认为女人天生的就是要受男人的保护，有健全的家庭才会有健全的社会。哎，天养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丽凤，督导已经超乎督导的范围了。我是好意，我不想看到一个有为的青年落到像今天这样的地步，更不想看到你用这种方式来逃避，不但折磨你自己，更折磨你自己的组员。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但是我不能接受。第一，唐天养跟我互不相干，请你以后不要再面前提他。第二，水母小组是我的理想与抱负，我不会逃避什么。第三，我没有折磨我自己，我也不会折磨我的主人。所谓百炼成钢，我就是要让你们看看，你们男人做的事我们女人一样能做。喂，不要吵了嘛，不要吵了啦。没你的事。好好，今天干脆就把话说清楚。以前我不是没有给过你们机会，今天我一定要据实向上级报告。喂，你不要乱报告啊，你别忘了我有发言权呢。还有你，你求搅和什么？看你这个样子，男不男女不女的。哟，你今天吃错药了你啊。今天我最正常了，以前我对你们太骄纵了，以后我绝不会采取这种方式的。不要再说了，督导，我承诺如果我们破获不了这个贩毒集团，我愿意解散水母小组。哎，丽凤，丽凤，你等一下。你看什么看啊？多长一只眼睛啊！好，哇塞，好酷啊！副座，组长不在啊？他有事请假。我想，他一定是很难过，所以出去散散心了。副座。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那么糊涂把小芳一个人留在那里。要不是我只想着打电话，那小芳她也不会死。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组长副座，我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刘亚文，行政责任的追究是免不了的。小芳的死也是挽回不了的事实，罪悔无益。希望这件事情你得到了一个教训，大家也得到了一个警惕。你们是好同学、好姐妹，也是勇于负责的好警察。往后还有很多艰巨的任务要等着你们去做。希望你们
能够同心协力，在陈组长的领导下，发挥母校的精神，完成你们的宏愿，让水母小组这四个字在警界的名声更响亮。是天上的星，是永远的谜，爱人的心，在无边的天际。离开我没有消息，坏了感情，不快乐向谁倾诉，悄悄打开窗自言自语。乘着风飞向天际，流浪到你的梦里，满天高挂的星星，像你的眼睛。乘着风飞向天际，流浪到你的梦里，我的星星是你，我的星星是你，我的星星在哪里？